没有发现我这儿还有个知识吗？这还有个痣，我也没有发现，现在才发现这还有个痣。我也有说过，我也有说过，只是不是那么明显嘛。是吗？因为露露昨天饿晕了，昨天没有吃饭。不是，被老王爬那什么，爬那个嘟嘟嘟嘟嘟嘟，爬窗户了。对啊，姨妈来了，晕血。没有晕血啊，冷风中。走在冷风中还是冷风中？这房间，我每个月搬砖的钱，和你的钱，搬砖的钱都交了房租了，都交了房租了嘛，房租好贵的。10000一天。那有点太贵了吧？能和你合租吗？那你住哪里啊？那你住哪里？哦，电到屁屁了啊！对啊，房东真好，收留了我。各种贵啊。厕所扫地，对啊，我还肩负着给房东家里打扫卫生，兼他们的保姆。露露是陕西西安的，搬砖一天，那我做饭，每天做饭什么的也有工资的呀。我没有结巴。我真的没有接班，你看我也有。你们的大家把礼物刷一刷嘛，给露露，对不对？谢谢，么么哒。爱你们，谢谢。你卡了，拍拍腿。拍拍腿。没有。拍拍腿。拍拍腿会减肥。人家的腿腿太粗。太短。你们都不喜欢嘛，所以就不敢录了啦。
我可怜的腿腿，被你们各种，谁说露露腿粗？露露，露露可喜欢这个坐姿了，可喜欢这个坐姿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坐姿。啦啦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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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播没有笔了，笔被我用坏了。猴子坐姿，那就应该是这样咯。学得像不像？料不料？地震了，地震了。可以，你看，可以呀，可以呀，没有见到咯。肚皮，肚皮你看不到的啦。叫了半个小时，不知道啊。不存在，不睡，坚持到两点再睡觉，一定是这样。哎，肚肚好难受啊，不舒服，怎么办？穿丝袜，没有丝袜穿啊，因为露露没有腋毛。我知道了，我不要再证明你，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。可是我的女朋友都有男朋友，都有心上的人，怎么办？他们都有心上人，长啊，当然长了，只不过，学生党路过。明天还上学呢，那你睡吧。我不睡。坚持不睡觉，一定不能睡觉。要断网了，你天天都喊着要断网了。学校的 WiFi 你又不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WiFi 是不可能断的嘛。